要去留学了。你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？是张老师帮我推荐的，去巴黎跟一位叫沃格瑞的钢琴家学习。他看了我的比赛视频，觉得我还蛮好的。我接下来参赛外语考试，不知道能不能过关，但是我会努力的。这样的话，也许有一天就能跟你在一个舞台上演协奏曲了。所以你决定好了吗？嗯，你来指挥，我来弹钢琴，我们跟最好的管弦乐团一起，然后公演很成功，世界各地的人都来邀请我们这段黄金组合去演出。你的钢琴和小提琴都那么好，我好多曲子可以选呢。小提琴奏鸣曲也可以吧？我跟你一起努力，一起前进了，我们就能一直不分开，对吧？我们当然不会分开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真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对了，你刚才跟我说你要去欧洲，可不能反悔啊！你要是反悔了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我这个时候我应该说什么好呢？什么都不用说。哎，这个景色还真不错。